上来扔一个三分球，给到山大机会。朱宗伟，漂亮，动作幅度真大。山大，山东科技大学，怎么说？漂亮，试探步之后的三分很流畅。 急停的中距离，哦，赵彪拿到篮板球，再来，果然杜兰特啊！哇，这真厉害呀！太稳了。他作为一个内线球员，在外线依旧具备自己的实力，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。这里是，射。 有战术的啊！哦，朱宗伟看准了时机，排球大帽。球场上的意识、能力，包括他的颜值，我觉得都很吸粉。犯规了！这球吹什么犯规啊？ 中下，好球！这场球确实是学院派最高级别的较量了。8-5，来，比赛继续，转身，突破暴扣，First slam dunk of the show， 朱宗伟。 这杜兰特的外号不是白叫的，今年这水平太强了。这组还可以吧？这组，这朱宗伟，我觉得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的优秀，有身高，也有很好的弹跳，他的身材就像我们老师说的，就是天生就是打篮球的料。哎，地板太滑，吸引了防守协防之后，再给到内线周胜桥轻松的两分。 10-7，山大领先三分。打一个，打一个。朱宗伟自己突底线。虽然我们没教过手，但是吧，山大那边就一个得分点，进攻点在哪，还是知道的。山东科技大学加强了对朱宗伟的防守。 来了，单挑了，有针对性的提升和他的身体对抗，给他施压。哎呀，这个队，这下可以自己出手了。没事，再来，再来。传给朱宗伟，赵彪拿到篮板球，左手 run foot layup。 谢丽石后转身之后的后仰跳投，哎，朱宗伟突破转身再传没接好，赵彪，哎呦，大哥上去啊，大哥！虽然朱宗伟有几记三分，有篮下的暴扣，但是他一个人的表现不足以击垮上课。翟存泽。 12-10，蓝队反超比分。翟存泽擅长的就是三分神射。他们打得太单一了，我们这边是两个得分点，能投能投，比他们全面一点。王炫，接力时，急停的中距离。 篮下有机会，赵彪，来吧来吧。
漂亮，接力时干拔一个，哦，太准了吧！外线扑，哎呦，漂亮！翟晨泽接力时，哇，命中率太高了，这一看就是练过三对三的，配合好。朱宗伟在苦苦的支撑啊，红的得要俩三分了，再大的球，朱宗伟三分，啊，红的使球出界，蓝的球防守防守，14-18，差一个三分球，山科能不能把握住这次绝杀的机会？翟晨泽拔起来扔三分球。中，绝杀比赛，山东科技大学后来居上。这场比赛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能力超群，并不足以击溃一个优秀的整体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现在 CUBA 的这种选手确实水平越来越高，我觉得以后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职业球员会从我们的 CUBA 联赛里边去产生，比如像你们，今天你们打的都非常好，而且都非常优秀。我很希望他们六个都留下来，然后，我们在队内再去磨合一下，看怎么去组建一支最好的球队。按照我们的赛制，只有三位在此刻可以晋级。我们现在请胜方行使你们的摘星权利。汕头大学真的是惜败，但是我们后面还有机会。我们三位来自于山东科技大学的球员，我们看看星级是有变化的吗？觉得刚才他表现得特别出色，他非常有实力进入三星班，四位可以为他再加一颗星。如果觉得刚刚他的胜利可能是因为今天一上来发挥的也没有那么好，可以为他减一颗星。Yeah.双方，大家好，我叫盛向宇，我叫黄超，我是杨展坤，我是张嘉伟，我叫朱文强，我叫田野。我能问一下，你为什么叫白不传吗？因为我不爱传球。我是模特里最会打篮球的叶舟。我终于等到你上场了，科比。我来这里是为了证明，长得好看的也能打好篮球。叶舟中距离没把握住。